车子沿着宁平公路向西北方向行驶，沿途满眼翠绿，风光无限。行约百里，有一处清幽之所，古木葱郁，绿荫蔽日，翠鸟晚鸣。
四周奇峰林立，溪流纵横。这就是素有仙朝佛窟之称的宁德霍童支体山。这方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纪念碑立于1984年，碑文及落款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原副委员长叶飞所题。方亭四周青松翠柏，庄严肃穆，远处层峦叠嶂，林海茫茫。1934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在宁德支体山成立，它的成立揭开了闽东革命新的一页，从此党在闽东有了一支统一指挥、英勇善将的主力部队。在3年的游击战争中，独立师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金剿，坚持住了国民党的10万兵力，有效支援与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大转移。自1932年9月，蓝田暴动打响了闽东游击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后，闽东共产党人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相继成立了7支游击队。1934年1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将闽东工农游击第1、第5支队合编，又吸收了一批红代会骨干，在霞浦的西圣寺成立闽东红军第2独立团，团长任铁峰，政委叶飞，下辖2个连和1个短枪队。红二团在叶飞、任铁峰的率领下十分活跃，转战各地，相继取得了袭击福安县城、秦屿攻坚战、化胶水上伏击战、智取寿宁斜滩等战斗的胜利。时光在战争的号角声中悄然而逝。1934年8月21日，在宁德赤溪阳谷，闽东红二团与途经闽东的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胜利会师。时隔半个多世纪，陈挺将军依然记得当年的情景，他在《闽东健儿征战录》中是这样描述的：中央红军，我们久盼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开来的正规军，他们可比我们神气多了，队列整齐，精神抖擞。他们边走边向我们招手，说着我们听不懂的外地方言。他们的枪真多。根据先遣队力量要集中，要有红军主力的建议，1934年9月底，闽东红二团和活动于联罗带的红十三团在宁德支体山华藏寺正式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冯品泰，政委叶飞，副师长赖金彪，全师3个团、1个特务连，共1600多人，940多支枪。先遣队留在闽东的数百名伤病员治愈后，大部分充实到了闽东红军中，他们带来了中央苏区的工作经验、战略战术，让闽东独立师的军事素质与作战能力有了很大提升。那么这个闽东独立师它成立以后，应该是标志着我们闽东的这个武装力量已经是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随着第5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后，中央红军已经是完全北上，完全北上了，进行战略大转移了。所以说他们就调集 枪口，重新集中了兵力对付闽东苏区。闽东工农武装斗争的接连胜利，闽东苏区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密切关注。福建民报载文，闽东匪祸之深，实不下闽西各县，而其中以福安、连江、罗源、霞浦各县为甚。1934年冬，
蒋介石调动国民党军和地方民团约10万之众，大举进犯闽东苏区，妄图将闽东红军一网打尽。到1935年1月上旬，国民党军已全部进入闽东地区，闽东革命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闽东特委于1月13日在福安阳面山召开紧急会议，大家就如何应对国民党的大规模清剿展开了激烈争论。其实就是围绕守跟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那最后呢就是叶辉，然后他就分析了当初的形势，而且他做到最坏的一种打算呢，就是说什么呢，无非就是再回到从前去吧。他说后来叶辉呢就是在大家这个争论不下的情况下面，然后呢他挺身而出，然后他就说了这么就是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这么一个非常浅显的朴素的一个道理，最后呢统一了与会者的这个认识，最后呢就做出了一个战略的转移，就是变苏区为游击区。总有一天我们还会打回来的。阳面山会议是闽东革命史的重要转折点，会议确定了变苏区为游击区，保存实力，开辟新的游击区的战略方针，对于闽东坚持3年游击战争，保持红旗步道，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阳面会议结束后，独立师主力部队开始向浙阳、寿宁山区转移。1月15日，行进途中的独立师在浙阳西竹岔伏击了开赴浙阳福鼎追剿红军游击队的第10师1部，战斗异常激烈，持续了一整天，双方伤亡惨重，尸横遍野。这一仗也是闽东独立师与国民党部队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我们走也要走的什么呢？走也要走的有骨气，是吧？所以说呢，后来就是决定说，在那个西竹岔跟敌人进行一次重创以后，然后呢就向宁平湖转移了。随着国民党增援部队的到来，独立师不得不撤出战斗。在转移途中，1935年2月，队伍不幸在宁德赤溪关岭附近遭到敌人的伏击。在这紧要关头，副师长赖金彪挺身而出，手执机枪，亲率20多名战士殿后阻击敌人，掩护部队撤退。不料在激战中负伤被捕，因失血过多，英勇牺牲。经过2个月的苦战，闽东独立师最终甩掉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并在宁德煤坑和周敦西边一带分散隐蔽休整。而此时闽东独立师仅剩下300多人。在这关键时期，叶飞责无旁贷，当担起穿针引线的作用，把所有在各地独自坚持的同志和队伍聚拢在自己的身边。1935年5月底，叶飞、范世仁、阮英平召集坚持各地斗争的负责人，在寿宁韩溪举行会议，重新组织了以叶飞为书记的中共闽东特委，并确定对内恢复巩固老区，对外波浪式的发展新区的方针。至此，闽东革命又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8月，特委在浙蓉楚平召开会议，进一步充实健全组织机构，成立了4个办事处，形成了闽东游击斗争的新格局。遵照特委对内恢复老区、对外开辟新区的指示，闽东独立师3个纵队肩负使命，按照各自的区域和任务分工开展游击活动。闽东红军每攻占一个白区点后，
公开进行打土豪、筹资金。几天后，当周围的敌人一出动，红军马上获知情报，一个急行军跳回到根据地，边修整边了解下一个歪曲点，安排新的作战计划。每次行动不走回头路，从这块根据地跳入另一块根据地，这期间既打击了敌人，开辟了新区，又保存了自己。3年游击战争中，闽东独立师就是以福寿、霞顶、宁平谷、炳平等四大块根据地作为依托，用狡兔三窟等战略战术，接连取得了肖家岭伏击战、攻打16潭大刀会、智取宁德莒州、仙公岗战斗等无数战斗的胜利，并建立了许多大小游击根据地，而后连成一片。尽管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组织了3次残酷大清剿，但是闽东红军独立师不仅没有被剿灭，反而在战火硝烟中不断发展壮大。一座始建于宋代的木拱廊桥，以沉稳的姿态横跨在奔流的塘溪之上，两座丰碑一大一小的屹立于溪畔，共同诉说着80年前发生在这个村庄的一段历史。1937年，77事变的第二天，中共发表抗日宣言，号召全国团结抗日。随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2月31日，中共闽东特委与国民党福建当局达成停战共赴国难协议，并公开发表了宣言。在协议中有一条明白地写着，划平南线为闽东红军驻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较好的群众基础，使得这一历史重任落在了平南这块土地上，而塘口村则成为新四军六团北上抗日的整编地、集训地和出征地。1938年1月24日，根据党中央东南分局的指示，闽东特委领导人阮英平和范使仁带领由闽东红军和各县游击队整合起来的1300多人到塘口村集结。3天后，一位叫做李子芳的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在平南塘口乡的圣公会教堂的操场上宣布，闽东红军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第3支队、第6团，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新四军六团北上抗日纪念碑静静矗立在闽东古廊桥千城桥旁。石碑正面的大型浮雕栩栩如生，再现了闽东健儿北上抗日出征前的情景。背面是碑文和1100名六团官兵的姓名。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有一部分人已无法查出他们的姓名和家乡。昔日的战火早已尘封在久远的年代，
如今踏进青山峡谷林海苍茫之中的一个又一个遗址，仿佛再现了当年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的情景，好像有一支支英雄的队伍从炮火硝烟中向你走来。Thank you.